它这踩的刚刚好，它一点都不重。Very good. 我都很认真在享受拉伸的过程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又来到了第三天的 VIP Barber Shop。 大家有没有看前两期啊？哇，每位小姐姐都是来势汹汹哎。那一样哦，今天我会拿出辣妹洗头计分板来帮小姐姐评分。那不知道今天老板又会帮我准备哪一位小姐姐呢？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哦。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 ，Let's go。哦，你好，哎呀。记得吗？好几集了啦，好像两次三次吧，不过很久没看到他嘞。哎呦，他涂脚涂得很认真哦，都是那个橘子汁。嗯，哎，笑可爱，笑完一直笑，微笑天使。他们的新工作，这个有一点痒，这个是新老师，收一群呢。这个确定不会把脚磨破吗？这不是他们磨那个小黄瓜吗？哇，欸，这太好笑了吧！哦，这个还好一点，刚刚那什么？他们的按摩感觉有进步哦，就是他们都有说他们要再去上课训练，我觉得这样不错哎。哎，他也有自己一些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手法哦。这部分就是那种痒痒的，然后有顶到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不错呢。哎，他按摩真的也是不错。舒服了，舒服了，哇，谢谢。哦，今天的黄瓜感觉特别冷哦，蓝瓜。踩得很厉害呢，
哇，太强了吧！我鸡皮疙瘩起来。Oh my god, the dog， 太厉害了啦！哇，采耳女王。只有他会照顾我的仪容，哎，干嘛干嘛，哎，很棒哎，我可能分数已经打好了。你看越南女生真的白得很夸张哎，我也来问一下她怎么防晒的好了。少恩讲台，在 game， game 啊，哦，哇，就是她很认真在保养就对了哦。你看这讲，今天这一位小姐姐服务跟技术都太好了，我一定要问个人信息帮大家 review 一下哈。我记得是冰山美人，Anden 辣吉，英。Yeah, I remember. 包妞对。海少。OK。那马啥包妞男？你们有两个男吗？没男。来啊！这里一年呢、啊，我记得他之前做更久，在其他地方这样子，所以综合时间是蛮长的。I'm single, my。海北汤德。哦，4月27啊！啊，金牛座哦，务实务实。哦、可是他很爱笑，我超喜欢金牛座的，因为其实他们算闷骚。给他按摩真的是心花怒放的，因为就是、欸、很舒服，然后呢他感觉给我的感受呢非常的好。哦，我很期待他的洗头。
它这踩的刚刚好，它一点都不重。Very good. 我都很认真在享受拉伸的过程。专业，细节满满。搞的，哎，你看它细节满满的。他很关心客人哎，他看到哪里不好，他还会帮你就是服务到这样子。而且我没跟他讲，我今天要打分数啊，哇，厉害了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热豆热豆。好啦，那第三位小姐姐也体验完了啊，怎么办？我意犹未尽哎，那我们先来打分数吧。美貌的话呢，完蛋了，有 Lucy 跟那个阿米小姐姐在的话呢，我没有办法给到五分啦。不过真的也是很漂亮，所以我们给她4.5分。按摩的话呢，我刚赞不绝口哎，我觉得就是要老实啦，5分好不好？洗头的话呢，真的也是蛮舒服的，不过就先给个4.5分好了。感觉的话真的是太棒了，我真的没话说，挑剔不出来。这会决定最后的关键，5分啊！所以目前我们最高分出炉了吗？19分，那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期待接下来1小时后的小姐姐吧。究竟她能不能撼动这个分数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大家拜拜。